我现在的父母其实是我的养父母。我的养母身体不太好，她有慢性心脏病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她就又黄又瘦。但是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陈栀子，就是栀子花那个栀子。我听说在20多年前，陈栀子是宗阳镇的一枝花，因为人长得好看，虽然有病，追他的人还是很多很多。后来陈栀子嫁给一个男人叫杜永康，就是我的养父。李然，你也算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。杜永康是宗阳镇远近闻名的美男子，我上小学那会儿电视还很稀罕，乡下女人到镇上来赶集，节目之一就是要到镇一中去看一看讲课的杜老师，就像现在的人看明星一样。你跟杜永康一样，是一个被女人宠坏了的男人。陈栀子后来就卧床不起了，我养父在外面虽然没有断过女人，但是每隔两天他总要到陈栀子的床边坐一坐，执手相握，软语温存。李然，我想你应该知道的，女人的心是很软的，听不得一两句好听的话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吗？好啊，那我告诉你，女人的心很软，但是有规律就会有例外，我就是个例外。我的心肠很硬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因为你而心碎。我不担心。我知道你要担心也只会担心周萌。你们俩之间真的有海誓山盟的爱情？我就不信有什么真的爱情。亲情倒是有的，所以当我知道我的生母在西藏的时候，我就一次又一次的离家出走，我幻想在西藏能够找到我的生母。不管怎么样，见一面就好。我上高中以后，陈栀子的身体就越来越差，经常送到医院去急救。我当时很害怕，因为我从小就照顾她，做饭、洗衣服、拖地，这些活我从小就会做。我很害怕，因为我怕如果他真的死了，我还能去照顾谁呢？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是我自己承受不了我的养母随时会死掉的压力，所以我就走了，一了百了。人啊，总是会自然而然地逃避痛苦。等我到了西藏以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最想念的地方还是宗阳。有机会我会写一写宗阳镇的故事，还有陈栀子。写完了给我看看吧。你呢？有什么话想跟我说说吗？感情问题？工作上我可能会把报社的工作给辞掉，我想去云南拍一本风光画册。你要去云南多久啊？差不多一年吧。那周萌呢？不聊了，我走了。睡。来来来，干嘛呀？好久都没弹琴了，弹一个。啊，太晚了吧？没事。
想听什么？随便。我帮你，谢谢。终于要走了，真有点舍不得。是啊，哎，你看那边多漂亮啊！等你回到拉萨，准保你会想这儿。我现在都不想走。哎，李然呢？谁知道他怎么那么慢？上车。哎，帮你。不用，我不跟你们回拉萨了。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我想再往西走走。再往西就没人了。我想去看看。行吧，自己小心啊。啊。来。地图。你用得上的。我跟他们回拉萨了。嗯。你路上小心点。你也保重。我走了啊。哎，李然，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哎。我们在拉萨方面。好。很烫，退烧消炎的药都加了吗？都加过了。和他单位家人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他耽误你在拉萨呢，那边派来的人已经在往这边赶了。注意观察他的体温。好的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明天早上再转院。好的。李然，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我一直在等你，你知道我找不到你，我都快急疯了。萌萌，你终于肯来了。
妈妈，怎么了？爸爸，你刚才喊我。没有啊。睡迷糊了。不是，我刚才听到有人在叫我。做梦呢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来，傍晚。我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快了的话，一两个月吧。没关系，做饭的阿姨，爸爸给你找好了。不用，每次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的。这次恐怕不太一样，爸爸可能去的时间长点。爸爸别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去了就没人疼我了。不会，有很多人会疼你。李然有电话吗？我已经习惯了。妈妈，爸爸想跟你说，作为一个女孩子，要对自己的爱人多多谅解，多多理解。他可能山高路远，打不了电话，包括结婚以后要对他的工作多支持，懂吗？我走了以后，万一你有什么事情，就找小宗老师吧。爸爸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呢？是吗？好像不是去出差一样。我是不放心你。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啊？爸爸。早点回来。你好，我打长途。对不起，我们这边好几天都接不通国内长途了，现在正在抢修电缆。你们这不是邮局吗？怎么能打不通长途呢？全镇都这样。我有急事，我今天一定要打。要不你写封信，我用最快的方式跟对方联系上。电报，那你发封电报。周校长，下午五点我去接您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去吧。不用学校的司机，我送您去。那好啊。哎，你爱人叫王？王慧。对，他回来了吗？过几天回来。待几天啊？他这回不走了，关系调过来了。
哦，关系过来了，这可是好事儿。哎，校长啊，李然有消息吗？我打电话到拉萨日报社问过了，他前两天去普兰了，那个地方挺远的，很少有电话能打，您放心吧。这小伙子不错，周萌挺上心的。您别多想，他俩的事儿我会帮着点的，您就安心养病吧，病好了什么就都好了。要是手术失败了呢？校长您别这么说呀。小东老师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，在李然回来之前帮我照顾一下周萌。您的行李我帮您一起收是吧？该带的我都带了。哦，这是我的工作日记，帮我交给教务处好吗？哎，你要干嘛？你现在不能出院。哎，你现在不能走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咱们这是闸远啊，你现在不能走。我要回拉萨，怎么坐车？没有直接到的，先得坐车到普兰，然后再转车到拉萨。能不经过普兰吗？不行，得经过普兰。谢谢。哎，你不能走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要不带着消炎药。回去吧，啊！送送你吧，你要走那么久。不用，我回来的时候你可得去接我。知道了。啊。嗯，你少抽点烟啊、哦。好。晚上别熬夜，早点睡。好。嗯，走吧。拜拜。请宋老师。宋老师，拜拜。
定了，我还特意定了一个鸡心形状的。你怎么回事？动不动就鸡心形状啊？土不土啊？那要不算了吧，说不定萌萌喜欢那样的。对呀、啊。喂，我收到蛋糕啦，谢谢。蛋糕是不是很土啊？葛俊挑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蛋糕上漏写了祝你生日快乐，你写不下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在帮葛俊抄乐谱呢，晚上陪你去吃蛋糕。好啊，但也对不起啊。萌萌，应该我说对不起。别说这些了，我等你们来。哎，我还可以帮你们一起抄乐谱呢。哎，好啊好啊。好，晚上见。谢谢你们给我过生日。哎，许个愿吧。嗯。哎，李然要是在就好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他很忙的。对呀、啊。你没给你个电话什么的，不方便打吧？你不说话，没有人当你是哑巴。谢谢。嗯。哎，萌萌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哎，快说两句话哄哄他呀！你不让我说话吗？没事啊。真没事。嗯。吹蜡烛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吹蜡烛。王师傅，王师傅，对不起，王师傅，打扰你睡觉，我有急事要打个电话。打吧，谢谢。
然，哎，这两天你去哪儿了？全世界人都找你呢，你再着急的事儿你也得把病弄好了。你现在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接个活儿。我打算回江城了。那你这边工作呢？不要了。可我以为你喜欢西藏的。不是喜欢。喜欢就留下来吧。我跟你不一样。那你回去了还回来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回来了。哎，杜小斌这两天怎么样了？他从补兰回来以后就回学校了。这几天他不在，孩子们想死他了。好姑娘，李然，你已经决定回去了，那你回去之前看看他。不了。这照片是他在普兰跟我学着拍的，麻烦你要碰到他交给他吧。那亮光不是白昼，是一颗流星，我知道是今夜为你照路的，好送你到曼秋阿去，所以请你再多停留一会儿，不必急于要走。让我被捕，让我被处死，只消你愿意这样，我是很甘心的。我可以说那灰白色不是清晨的眼睛，只是月神脸上映出的惨淡的光，也可以说那不是我们头上响彻云霄的云雀。我愿停留，并不愿离去。来吧，死神，欢迎。朱丽叶要我这样的。天亮了，亮了，请你离开此地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先到这儿吧。喝点水润润嗓子。哎，葛俊，啊，赶紧把词背熟，后天就要公演了。还有上台可不能结巴啊。哎，上台不结巴了。赶紧给戴燕买点药去。啊，那我去了啊。咱俩回宿舍吧。哎，记得背台词。啊。啊。哎，多喝点水。啊，关键时候嗓子怎么哑了呢？明天就要彩排了，这服装都送来了。来，吃点水果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给你拿点水。别紧张啊，可能葛俊买回药吃完就好了。还是你带我上吧。我那亮光不是白昼，是一颗流星，今夜为你照路，好送你到曼秋阿去，所以再停留一会儿吧，不必急于要走。让我被捕，让我被处死，只消你愿意这样，我是很甘心的。我可以说那灰白色不是清晨的眼睛，那只是在月神脸上映出惨淡的月光。我也可以说那不是在我们头上响彻云霄的云雀。我愿停留，并不愿离去。来，死神，欢迎。朱丽叶要我这样的。天亮了，亮了，快离开此地，现在就走。
发出这样刺耳的乐音，唱得这样难听的，正是云雀。有人说，云雀的声音婉转悦人，这一只却不然。它叫我们黯然离别。那声音把我们从拥抱中惊醒，用晨歌催你离开此地，立刻就启程。啊，现在就走吧，天越来越亮。越来越亮，我们也越来越悲伤。好了，至少词都背下来了、啊、特别是葛俊一点也不结巴了。那是你们辛苦了，我们一块去吃晚饭吧。好啊、嗯、好啊。那我先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我也得换了。不行，我要你穿成这样陪我去吃饭。别啊，你穿成这样你怎么像什么呀？这没有什么，都是搞艺术的嘛。换一下吗？不行。嗯，行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走吧，快！萌萌，萌萌，我想你了，所以提前回来了。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是不是，萌萌？你还戴着这枚戒指呢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好爱你，我好想你，但是想着想着也会疲倦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是疲倦了，那是因为我们总不在一起，以后我们就总在一起。萌萌，很快我会带你去云南，我们一起去云南，你会喜欢那个地方的。那有少数民族，那有很多很多好吃的。那有，不要，我不能坐火车，我哪儿都不能去。我们可以坐飞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坐飞机。依然，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根本就不喜欢漂泊的生活，我不喜欢出门，我就喜欢在家待着，还有爸爸呢。萌萌，你就不能为我做一点点改变吗？你为什么不能为我做一点改变？先是云南，后是西藏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呢？我当然想念你了，我所有的计划都围绕着你。你不说你喜欢上海吗？我们会在上海买房子，你再给我两年时间。不管是两年四年，我都愿意等你，我都愿意等。我不要你等，我要我们现在就在一起。我们结婚就必须在一起，夫妻是不能分居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信不过我，还是信不过你自己啊？我想过。
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这么羞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辞职了，我再也不回西藏了。我好害怕，我回不去了。闭上我的双眼，无处安放的感觉，他们不需要看见我的泪，你也不在我身边，我想让你喜悦，却让你心痛难言，后悔没有用，遗憾只有痛，放手留下孤单，紧握住伤感，我看见伤害你的人是我，怎么你视而不见我心痛，来世今晚的你我不再寂寞，不再这样难过，有天你会找到新的爱情，如果我看见他伤了你心，流泪的会是我的心。之前。